大家好，我是红茶哦。那这一版的话就是蛮强的洋灰鱼的主题季，算是洋灰鱼的神灵哦。你看哦，洋灰鱼因为赤壁朝上、加了一点怒气之后，然后有了连环，有了连环之后呢，他还可以发招哦，是因为药山之灵的可以发招。那像现在有四个人都中了连环哦。然后你刚刚看到了吗？杨慧瑜直接打在其中一只上面，就造成了四只一起连续中连环哦，然后就一次就解决了四只降临哦。那当然，那这一阵哦，要三只灵哦，会是蛮容易被破的吗？算是你看一个曹操就可能会被杨慧瑜破解。好，不过他一个曹丕哈、哦、就可能会破解这个要三只灵哦。但是洋灰鱼呢，又可以净化己方数牌。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，它可能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比较变化的东西哦。哦，主要我觉得这个主轴应该就是小乔跟洋灰鱼哦。洋灰鱼那一招实在太痛，搭配赤壁朝上直接。第一回合一下立马就可以造成一个蛮大的伤害。但杜玉哦，在这一个版本稍微变弱一点，但是他是可以给予其他人高昂的，所以我会觉得杜玉仍然是有一席之地哦，并且没有办法被轻易去做取代的。对，所以如果你有杨慧瑜有法阵，那记得一定要来抽这个神灵试试看。对。